圣经读书第七十天，诗篇三十八章。耶和华啊，求您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您的箭射入我身，您的手压住我，因您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。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全。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主啊，我心愿都在您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罗网，那想要害我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。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您，主我的神，您必应允我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。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，无理恨我增多了，以恶报善的对我作对，因我是追求良善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拯救我的主啊，求您快快地帮助我。